真大小妹儿，小妹儿，一鸣，姐夫。小妹儿，爸爸今天真高兴你能过来，爸都快想死你了，你是不是也想爸爸呀？那行，这么着，你们过生日，我就先走了。那个小妹儿，那个过完生日之后啊，姨夫过来接你好不好？啊？咱们一起，要不然咱们一块儿吧，雨明。那就一起吧。这是谁呀？来，这边，喜欢吗？这都是秦山阿姨精心为你准备的，啊，花了好多心思呢。小猫，小猫。小莫，今天你生日，阿姨特地去给你选了礼物。拿着，拿着。嗯。其实阿姨特别喜欢你，哎，收下吧。嗯。小莫，来，坐坐坐，坐一边。小妹儿，闭上眼睛，许个愿。啊 ，Happy birthday to you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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小莫，我们一起吹好不好？一二三。真大小莫。哎，你这孩子太美。哎哎，干嘛去你？啊，小莫，你干什么呀？哎，小莫，哎，干什么呀？小莫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，小莫？啊，小莫，你怎么了？听话，小莫。一个忙吗？行啊，你说。帮我把这个礼物送给我爸爸。看什么呢？爱你。
王爱姐，小莫，小莫，我今天给送回家的呀。我看着小莫进的门。姐，你先别着急，我马上过来。啊，怎么了？小莫回家了。是林伟吧？你别接啊，把他电话挂了。接电话呀，接电话呀。姐，都别说了。你想把我急死啊！今天的举动特别危险呀、啊！要是爸找不着你怎么办呢？以后千万别这样了，啊！小莫，你给爸的礼物，爸都收到了。小莫。如果你恨爸，想骂我，爸今天在这儿，你尽管骂，等你骂够了，爸再走。香格里拉你不去了，破冰船去南极看企鹅你都不要了，你为什么不要我了？小莫，小莫，爸没有不要你。爸没有不要你，我永远都是你的爸爸，啊！一个不要我的爸爸，一个不在一起的爸爸吗？你知道我很想你吗？我想跟你在一起，可是你为什么跟别人在一起了？对不起，爸爸。如果你有想爸爸，就给爸爸打电话啊。不管什么时间，爸爸都会来看你的。快了，还不是一样要走。小莫最不能接受什么，你应该很清楚。
毕竟是小莫的爸爸呀。可你现在有了你自己的新家，你跟秦山肯定要结婚，会有你们自己的孩子。我觉得现在你更应该要向他对他负责。我只是希望能够跟小莫走得更近一点，就这一点要求，可以吗？可以。怎么什么都没吃啊？啊？妈给你抹个面包。我爸爸回来跟我一起吃。我要爸爸。嗯，妈妈知道了。我要爸爸。妈妈回头就给爸爸打电话，行吗？你别骗我了，爸爸不回来了。嗯，妈妈不好，妈妈想办法好吗？你没办法了，你把爸爸弄丢了。不是，你给妈妈点时间，妈妈会想出办法来的。我恨你，是你把爸爸弄丢了。哎，小莫，你要去哪儿啊？啊，我要去找他。爸爸。宝。哎呀，哎呦，哇。你是想爸爸了？嗯，行。嗯，宝贝想你。我们是来接你回家的。我现在手里还有好多事呢，我走不了。我们可以等。不用，要不然你带小莫先回去吧。没关系的，能等。爸爸跟我回家吧。宝贝，爸爸上着班呢，爸爸有好多事要做，爸爸现在回不了家。这样，你乖乖的，你跟妈妈先回家。爸爸晚一点再来看你，好不好？爸。哎，宝贝，没事，你先去忙吧，我们就在这儿等着。
都没接。我现在跟小莫住在林美的办公楼楼下。小莫一定要见到他爸爸，怎么那么回家？我没招了，先别着急，别着急，哦，我马上过来啊。爸爸，我们回家等爸爸。求你了！喂，在我电话。今天挺晚的了，有事明天说吧。不是，你姐打电话，你为什么不接呀？怎么了？你姐带着小莫跑到你姐夫那公司楼下去，小莫不肯走。啊！姐，哎呦，干嘛干嘛？小莫，小莫，干嘛干嘛？小莫，回家，小莫，好不好？赶紧带上车！回家，小莫，来，起来，听话，走。爸爸为什么不要我们了？你看，我刚才不是跟你说半天了吗？爸爸没说不要你们。是不是我和妈妈惹他生气了？小莫啊，我只能告诉你呢，可能是你爸爸跟妈妈之间呢，俩人吵架了，跟你呢应该没什么关系。但是姨父啊，今天必须得批评你。你说你今天这么闹？应该吗？爸爸跟妈妈吵架了，妈妈心里肯定已经不舒服了。但你这么一闹，你想想，她心里会不会更不舒服呀？嗯，小莫啊，你现在呢，长大了，你得学会呢，站在别人的立场上去想问题。有的时候啊，你得替妈妈想想，好吗？行了。你今天闹也闹了，可以睡觉了吗 ？OK， 那就闭眼睡觉吧。为了让你进步更快的，我给你讲一真事儿。哎，你话怎么那么多呀？下去。曼德拉知道吧？原来南非那个总统。知道啊。他坐了27年的监狱，受尽了折磨。后来在总统就职仪式上，你知道他请了谁吗？不知道，我又没在场。三个当年折磨他的狱卒，而且他向这三个人致敬。他怎么想的呀？嘿，他就说了，当我走出监狱大门的时候，我就知道，如果我不能把愤怒和怨恨留在身后，那么我等于还是在这监狱里。明白了吗？我明白了。明白什么？我明白你就是来折磨我的那个狱卒。又跟我装傻是吧？你连我喜欢你妈你都知道，你能不明白吗？换腿。那我明白了，我就能游。那你就不一样了，你就到另外一个境界，另外一个层次。反正我赢了，你得听我的。我肯定让你从我妈面前永远消失。你先赢了再说吧，压腿。那你希不希望我赢啊？我希望你赢。
明天就要比赛了，紧张吗？你觉得我能赢吗？我觉得你没问题。你要记住了，所有的一切都来自于你的内心。其实姨父以前教过了一个方法，刚开始有用，后来没用了。什么方法？听歌。什么歌？妈妈，最后一天，赛前热身。好啊，看看你们的劳动成果。来，小亮，回来。喧嚣的心，这是爱的关心。有些事透过回忆，才能够看得清。剪掉了幻想画面，却如何听歌曲？想念越刻意的想忘记，越清晰。人世间都无法洗去，继续回望播放一遍遍。不管碰到什么困难，保持头脑冷静，耐心跟对手周旋。把情掏空在装满里，依然会给你。不管对手是强是弱，不畏惧，不犹豫，循环记忆不知怎么比，找准机会，一击制胜。来，时间怎能排不管输赢，都要以礼相待，以礼开始，以礼结束。蓝班胜。没睡啊？妈，我周末请你们吃饭。我们是谁啊？你和韩叔叔。哦。我同学说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方，叫一座一望。那儿太贵了。贵，我请得起。好吧，那我周末过来接你。不用，韩叔叔过来接我。都不要妈妈接了。妈。周末见，妈妈再见。你这是请我吃的散伙饭吗？你说了我赢了，你得听我的。听你的，听你的，你点我点。你点吧。哎呀，哎，黑三剁吧，行吗？黑三剁是什么呀？就挺好吃的，家常菜。反正吃云南菜都得点黑三剁，那就黑三剁吧。黑三剁，你看你想吃什么啊？再来个薄荷牛肉。行，薄荷牛肉挺好的，薄荷牛肉。咦，好可怕呀！你说这虫子？你想吃吗？你想吃啊？这也很好吃的，高蛋白。真的？哎呦，我跟你说，不光好吃，还特别好玩呢。你呀、啊，你就把它放在嘴里，不用咬，它咕涌咕涌咕涌，自己就钻进去了。嘴里头，哎呀，虫子来了！哎呀，妈妈来了。说什么事儿呢？那么开心啊？坐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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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这是点菜的。哎，你看看你还想吃点什么？不是小莫请客吗？你点吧。那我就点了啊，啊，豌豆尖儿，再来一个菠萝饭，够了。喝酒吗？我随意。那就来份米酒吧，你喝水吧。钱带够了吗？放心吧，带够了。
以后怎么着？你们还接着练吗？妈，你不是一直想知道我和韩叔叔之间的秘密吗？怎么你今天想告诉我了？我和韩叔叔之间的秘密就是，如果我赢了，韩叔叔得听我的。听你什么呀？我还没想好呢。那个，咱先甭聊这个了。为了小莫得冠军，咱们庆祝一下，来，干杯！干杯！既然你已经醒了，那妈妈就问问你，你跟韩叔叔说的秘密到底是什么呀？啊，我和韩叔叔之间的秘密就是，如果我赢了，韩叔叔就得听我的，以后不准再来找你。我同意跟他学跆拳道，就是为了这个。妈妈知道了。可是我现在改主意了，我觉得韩叔叔也挺好的。嚯，变得够快的，睡觉吧。如果不是韩叔叔，你以后也会结婚的吧？小莫，妈妈提醒你啊，从今往后你跟妈妈之间不许再讨论这个话题。还有，妈妈想把你接回去住了，而且已经跟外公说好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妈妈现在上班不忙了。想抽出时间来多陪陪你啊。哦，好。你以后多跟爸爸联系联系。哦，既然你已经醒了，那就得刷牙，记住了，每天晚上刷完牙之后就能睡觉啊。走，别想偷懒，走。哎呦，38.7度，烧的可不低呀、啊！妈妈，喝点水吧。嗯，哦。妈，你太没出息了。妈妈怎么没出息了？我都没事了，你还这样，怎么样？我过得更好啊？你听听，小莫都看不下去了。嗯，我实在是太对不住你们这一老一小了。知道就好。功课做完了吗？还有一点。快去，就做完了。阿公，交给你了。哎，好好好。林伟这口气是出了，但是离婚这种事情恢复起来，总得需要一个过程。是。原来我没觉得，还以为我自己能扛得住。但真正离了以后才发现，原来这16年我的生活重心都在他跟这个家上。突然现在一下子什么都没了，好像塌了一样。我突然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
是啊。啊，对了，你小的时候啊，爸爸没少带你去海边，你总是哭啊哭啊，你没少哭啊。可你后来呢，慢慢就不哭了。等你不哭了以后啊，学习成绩就开始好了，和其他小朋友的关系呢也开始好了。哎，爸爸什么意思呢？林伟的这件事情啊，毕竟已经过去了，过去的事情就应该把它放下。等你把它放下以后，看问题的角度啊就会发生改变，到那个时候啊，你就知道该怎么生活了。爸，您说我那个时候从哭到不哭用了多长时间？哎呦呦，这我可回忆不起来了，时间太长了。小莫说的对，我是有点太没出息。俗话说得好，排毒养颜，只有先排了毒，然后才能够养颜，这是谁也跳不过去的一个过程。排毒养颜，原来听您说话我觉得特啰嗦没重点，没想到今天江校长说的话还挺有趣。从今往后想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，就是别像今天这样玩消失就行了。哎，谢谢爸。爸啊，有点困了，想睡觉。这就对了，想睡呢你就睡一会儿。嗯，明天呢我再到医院去给你取点药啊。感冒要是好了呀，就出来坐坐，透透气儿。妈，你坐一下，给你表演个魔术。哟，你什么时候学会变魔术了？老公，哎，来了。一、二、三，走你！当当当，变出钱来了，多俗，妈妈不喜欢。我的魔术怎么可能会俗呢？老公，来了。好，就是钱。走你！当当当，这还行。还会别的吗？当然啦，外公来了。一、二、三，走你！当当当，小船，妈妈送给你。嗯，妈妈不会变啊。你就完成最后一步，很简单，把船打开。为了练好魔术逗你开心呢，整整在他姨父那儿啊练了一个星期。真的啊？真的。妈，我最喜欢看你笑了。妈妈呢有一些垃圾需要清理一下，给妈妈点时间啊。来，小莫尝尝爸爸做的鱼。你先吃起来。哎呀，没外公做的好吃呀。不会吧，真的假的呀？那你们俩就贿赂我，谁贿赂的多我就把最佳厨师颁给谁。真行。还要评奖啊？那你说吧，怎么贿赂你？我要一个像以前一样动感高兴的妈妈，还有一个像以前一样特别话痨的外公。那好。
外公现在就宣布，妈妈从现在开始有动感，就特别高兴。外公呢，从现在开始呢，也话痨。我现在就话痨啊！我开始话痨了啊！就这条鱼啊，劲儿可大了，拼命着跑啊！我就拉住它呀，那钩都差点折了，线也差点断了。呵，它劲儿可大了，它跑啊跑啊跑，我就那拉着这个杆儿啊，那鱼钩都差点被它拽跑了，鱼线也……哎，外公，干杯干杯！哎，干杯干杯！宝贝，妈妈答应你，从明天开始就动感，就高兴，好吗？那你要怎么动感？去建材城，去逛家具店。你要换房子呀？妈，哪有您说的那么夸张？我就想把屋里的装饰，还有家具什么的，重新摆摆，重新换换。过去都是别人说了算，现在不是好容易自己能做自己的主了吗？那就捯饬捯饬呗。为妈妈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喝了它。你这又是要去哪儿玩啊？啊，就是周边瞎逛逛呗。不是，我又说你，你最近呐玩心太重了。林伟马上就要过生日了，你也不说说为他准备准备。我们就想两个人过了。你们自己过？哦，二人世界。嗯，这个爸爸懂。小莫，那就别愣着了，赶快上楼下棋去吧。好。走吧。妈妈再见。哎，走走啊，好。江，嗯，我再江。电炮啊，我剁了他。哎哎，小兄弟，后边还好做炮的，小兄弟照打你。你死了，是吗？回不吧？不会，说了就说了，什么好悔的？嘿呦，有骨气啊！男子汉有骨气，那重摆吧。我没事，不玩了。哎，你这会儿是不是不舒服啊？哦，我明白了，是他们过生日没让你出席，你不开心是不是？没关系的，明天外公啊带你出去玩，带你出去嗨配，怎么样？升起来喽，默默，小莫，升起，你来放，来，哎，抓住了啊，抓住了，哎哎，这手，哎对，哎对，升起来喽，哎，要掉下来了。放啊，收线，要掉就收线。收，你怎么了你？啊，放啊，不舒服啊？发烧了吗？没有啊。怎么了你？爸，啊，我妈今天不理我。啊？您倒是说句话呀。不行，玉明，哎，你进去跟依林说呀，在林伟那儿啊说句软话，实在不行的话我去给林伟认个错，行不行？不是爸，那我跟依凡呀都已经劝过了，他俩那真是过不下去了。可他们不能离婚呐，你想想啊，以后依林
一个人带个孩子，那怎么过呀？他是搞婚介的，他不会不明白这个小道理。玉明，你跟我说句实话，是不是林伟在外头已经有人了？你妈呢？可能今天回来的会晚一点，啊。姨父，我问你个问题。你说。我爸我妈是不是离婚了？你知道什么是离婚了吗？知道。就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，很严重。有多严重？就是非常严重。小莫，你告诉我，你是不是特别怕他们两个离婚啊？我不怕，因为他们离婚了，我还能见到他们。那你为什么这么问我呀？因为我怕他们见不到了。小莫，题不下了，去做作业去。嗯。你的事儿都办完了？办完了好，办完了就踏实了。从今往后啊，就带着小莫好好的过日子，还是住回家里来，就像你们小时候一样，我给你们做饭、刷碗、收拾屋子，你们住回来呢，我这也热闹了。哎，爸，对不起啊，我让您失望。不过您不用担心，我没事儿。跟林伟的事儿也不是一天两天了，我有心理准备。小莫，妈妈可以进来吗？今天分开了，以后就是妈妈带着你了，行吗？行吗？妈妈保证，以后能让你生活得更好。爸爸其实一直都是爱你的。如果你想到了，就跟妈妈说，妈妈可以带你去见他。你跟爸爸之间的事情，妈妈不会干涉，好吗？
道你很伤心，可你是个男子汉，妈妈不想让你哭。没事了，你怎么突然起来了？爸怎么还不回来？爸爸在加班啊。爸为什么总是加班？爸爸现在不是升职了吗？啊，所以爸爸很忙。妈，你没事吧？妈妈没事，快回去睡吧啊！妈妈也困了，妈妈就想睡觉了。妈，睡觉。刷牙了吗？当然刷了。啊，这衣服穿的有点少。哎，媳妇儿，
待会儿给他添件衣服吧，我觉得今儿天气有点凉啊。爸，你先吃，辛苦了。谁说爸辛苦啊？都说儿子随妈，我这儿子随我。爸不辛苦吧？爸，你昨天那么晚回来，怎么不辛苦啊？爸，你昨晚几点回来的？爸呀，昨天公司来几个客户，跟爸谈生意，回来生意谈成了，客户晚上非让爸陪他们喝酒，爸也高兴了，所以就多喝了几杯。后来喝的有点神志不清了，喝的脑子都缺氧了。几点回来我还真忘了。那你今天还要去见客户吗？今天？可能吧。快吃吧，吃完赶紧上学去啊。想抱你一下。上课认真听讲啊，不许分神。嗯。啊。妈妈再见。嗯。宝儿，今儿多吃点啊。爸今儿给你点的全是你最爱吃的。嗯，来吃个丸子。嗯，怎么了？怎么不吃了？没有妈做的好吃。我想我妈了。那好好好，小祖宗，那我给你妈打个电话行不行？电话呀，妈去哪儿了？我不知道啊，可能是工作忙吧。她说让我来接你，你再吃点行不行？都凉了。爸，嗯，我能问你个问题吗？明白。你是不是不喜欢你妈了？这样问你，我觉得你没有以前喜欢我妈了。婉儿，你说你小脑袋瓜，你想什么呢？你跟你妈妈都是爸爸最爱的亲人，爸爸在这个世上最爱的只有你们俩，别胡思乱想。你是不是喜欢上次送你回来那个阿姨了？没有我妈漂亮。小莫。你说什么？她真的没有我妈漂亮。宝儿，那个阿姨呢？她跟你妈妈和我呢，原来曾经是大学的同学，她跟爸爸只是朋友关系。那爸，你以后早点回来吧，妈都不高兴了。是吗？这样，宝儿，过来。你呀，帮爸爸想个好主意，回家以后呢？哄你妈妈开心，只要能让爸爸看到妈妈开心了，爸爸下回带你出来送一个大礼物给你，好不好？那就交给我吧。妈妈的手艺差远了。哎，老婆，你今儿去哪儿了？打你手机你也没接。跟一个朋友吃的饭。谁啊？
你不认识？你还有朋友我不认识？我怎么就不能有你不认识的朋友啊？妈，我们今天老师布置的手功课做完了吗？没有，老师说要一家人一起做。你到底要做什么东西啊？瞧好了，见证奇迹的时刻马上就到了。看看，这个像什么？嗯，这是一头驴，还是一匹马？得了，你别瞎猜了，你把眼睛闭上吧，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千万别睁开眼睛啊。嗯。儿子，一二三，睁开眼睛看看，这什么？这一匹斑马。哦，我儿子还真聪明。妈，你看爸陪我做的斑马。嗯，像。爸答应要陪我做一个月的手工呢。爸什么时候答应过你？我们老师布置的，人家爸爸都陪着做。真的假的？当然是真的啦。行吧，爸陪你做一个手工，每天下班回来陪你做。嗯，爸爸啊，那我们做一个长颈鹿吧。好吧，来吧，先对折来。第一步是对折，对折，哎，对，第一步。上午我得回家陪我儿子做手工呢。下回吧。下回，下回什么时候？明天中午。行。这个呢？宝儿，宝儿，好了。妈妈，快过来帮忙。弄反了，应该是这样。妈，我下次一定造个会动的船。我乖儿子，你要就这个野心，爸全力支持你啊。那你得多陪我一个月。好了。爸，电话。怎么不接啊？公司打过来的电话，我都跟他们说了，今天下班我必须得在家陪孩子，老给我打电话，烦死了。哎，爸，快一点。哦，好。问你炒不炒股票，存不存钱，全是一堆垃圾短信。宝贝儿，你这个按错了。宝宝，你是不是想多了？
没有。一帆生病了，我心里不舒服。病了？什么病啊？查出来乳腺上有个肿瘤，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，现在还没确诊。啊，那什么时候确诊？不知道，是做活检还是穿刺，现在也还没定下来。那要不然这样吧，我托人找个最好的肿瘤大夫，咱们一块儿去见见他，听听他的意见。到时候该活检就活检，该穿刺就穿刺。还有啊，这么大的事儿，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呢？我说你最近怎么心神不宁的？以后千万别这样了。老公是什么呀？老公是你的靠山，是你的坚强后盾，不然要老公来干嘛呀？明儿我跟你一块儿去，啊？这要老公干嘛的？老公就是坚强的后盾。那倒不用，你打声招呼就行了。雨明什么意见？他还不知道呢。这么大的事怎么能不告诉他呢？哎，你可别跟他说啊，一凡不让说，就算是尊重一凡的意思吧。还有，你刚刚不是答应小莫要多陪他一个月吗？孩子面前要说话算话了。